边。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就来正式上课了。基本课时的安排啊，就是说，我个人对山水画的这么一种我的一些理解。我的一些这种认识，是吧？我的一些这种想法、思考，是吧？因为我想呢，这个长期以来呢，从事这个山水画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创作工作，也有一些心得，是吧？如果在一般的这个讲课过程中呢，单纯的就是说，像一般的来讲讲技法呀，讲讲一些理论呐、或者是画史啊、画论啊，其实呢，很多书上都有，是吧？书上都有。那同学们呢，可能去搞一本书来看看就可以了，是吧？再说呢，泛泛的这么讲。所以说，其实，在当下近些年来，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国画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吧？最有代表性，也是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人最多的一个画种，是吧？当然，画人物的也不少。那么从中国画的这种发展过来，是吧？山水画一直为推为中国画的大众，是吧？它是中国画里边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门类，是吧？最重要的门类。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山水画，是中国绘画中独有的，是吧？它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要搞清楚，是吧？就是说，只有中国才有山水画，是吧？山水画不等于一般概念中的风景画，啊，因为从我们经常很多从事于其他画种，不管说油画、版画、水彩等等，是吧？那么在这里边呢，都有风景画，是吧？风景画，对风景的一些这个什么描绘，是吧？
面是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人有山水画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呀，这点上呢也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认识。我想呢，中国山水画呢是中国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刚才说了，同时呢也是中国画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有这么一个体会，是吧？这点呢，是我们一种认识，就中国画，是吧？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呢，是吧？有一个概念。叫中国画画学，是吧？画学，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就相当于，是吧？我们中国其他的这个文化中，我们中国其他的这种学问中。我们比如说，我们有诗学，啊，我们还有这个医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书学，那么。古代还有经学，那么到现在，是吧？一直到现在，那么中国画，我们在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个概念，叫是中国画画学，啊，画学，它就好像。武术是吧？武术是吧？它作为一种这么一种活动是吧？它可以在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问上，把它可以称为是武学。我们中国的话呢？它是中国画，是中国画化学，是吧？化学，是吧？它这是一个概念，是吧？这是我个人对中国画这个概念的一个认识。你比如说，今天呢，有一位大领人家，也是个画家。郑武昌，啊，就是曾经写过中国画画学，啊，很多过去的咱们的老先生在他们一些这个著作中，或者他们也提到，啊，中国画上升到中国画画学，是吧？它就是一个。门类了，是吧？中国的这种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中国山水画呢，有其明确的这种文化思想的这种。
它的那个内涵，也是它的背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啊，要想学好山水画，要想认识好山水画，最重要的，对中国山水画，啊，这个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啊，好像看着这不是问题，是吧？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实践中，是吧？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包括在美术界，是吧？到现在，对中国的山水画。是吧？这个概念还不清楚，还是不清楚的。那你要想学好一样东西，想学好一门这个艺术，你对它不了解，它的概念、它的范畴，是吧？它的价值取向，我们都是朦朦胧胧，是吧？或者是在很多时间，甚至很多地方，甚至在有些院校，是吧？在教学中，都笼统的把中国画和西洋的绘画。把中国画画学和西方的美术学这些概念，都会很简单的把它混淆在一起了，是吧？混淆在一起了，这些混淆。它实际上呢，对我们对一门艺术的这种学习，是吧，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里边它有好多观念性的不同，是吧？认识上的不同。我们简单的把它混淆在一块儿，是吧？那么我们在今后上，就是往往就会走弯路，是吧？走弯路，是吧？不能得其精要的这些。钥匙，是吧？所以说，我想呢，我们在厘清这个这方面的概念，首先是对我们学习中国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吧，是吧？所以说，中国山水画，那刚才说要去明确的它的这些内涵，是吧？它有明确的精神价值取向，明确的社会艺术功能，啊，任何一个艺术。它是有功能的，是吧？有功能的，啊。西方美术也有他们的艺术功能，是吧？我们中国绘画，我们中国的山水画，都有我们
自身的这种艺术的功能，是吧？艺术的功能，你不管是对社会、对自己，是吧？这个画它起什么作用？啊，比如说中国画过去一直都有这个郑人伦陈教画，是吧？这就是功能，是吧？它就是功能，是吧？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艺术为人民服务，它也是功能，是吧？你对自己起到了一个提升我们的一种审美，提升我们的一种心灵的一种这个升华，是吧？学习它，它也是功能，是吧？所以说，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艺术功能，有它的价值取向，它的价值取向、艺术功能，反过来又要影响这门艺术的艺术形态，是吧？艺术是有形态的，它创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方法，是吧？那么这些都是有它的形态的。那这些形态呢，受它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受它的功能的影响，是吧？功能的影响。所以说，我想呢，我们这次讲课中呢，就要多从这些角度来关照，来谈我们的中国山水画。我因为是家，恰恰觉得我们当下，是吧？就是在这些方面认识是不够的，是吧？认识不够的，是吧？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呀，看着好像是形而下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笔法、我们的墨法，是吧？我们的章法，啊，我们的各种画法，好像都是形而下。但是呢，在中国文化中，它处处就和形而上是连接很紧的，是吧？如果我们对形而上的，是吧？对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取向的东西认识不清楚，是吧？你就无从在技术层面、在形而下的这个方面，是吧？对它有一个明确的追求，是吧？因为技术是要为这个方面服务的，是吧？不同的追精神追求，就有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技法，是吧？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单纯的说什么样的笔墨是好的笔墨，
个叫为你的精神追求、艺术追求、艺术形态、审美追求，是吧？它是要围绕着它来建构的，是吧？所以说，比如中国山水画，我们经常也谈，笔墨是很重要，中国画也是，都一样的，是吧？笔墨是它的基本语言，但是笔墨的内在的内涵，它的精神取向，是吧？我们一定要明确的，啊。所以说，中国山水画呢，作为中国画，它具有系统而独特的艺术审美的形态和范畴，特别就是说，一个是刚才说它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另外一个它相对来说，它还有在审美上，它有自身的这个审美的形态、审美的方法，是吧？中国人有中国人绘画，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的这种形态，并且呢，它有一些独特的范畴，是吧？审美范畴，你不了解这些范畴，你就不知道我们中国画儿、我们山水画儿什么叫好，是吧？有些同学经常问：“老师，你说这山水画怎么画才能画好？”是吧？你就要搞清楚我们要追求什么，是吧？它那里边的审美的这些范畴是什么？它追求的审美的这些理念是什么？是吧？你才要知道我们的画什么叫好画，是吧？什么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是吧？所以说呢，同时呢，还有一个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还有独特的审美方法，审美方法。中国绘画，中国绘画，我下边会讲这些，是吧？有多的审美啊。另外一个呢，除了他的这个艺术的这种形态上，是吧？他在意图的审美的这种范畴上，审美的方法上，另外还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绘画技法，就刚才说啊，我们还有非常完备的系统的这种绘画的技法，是吧？不管说山水画的从布局，是吧？从经营布局，然后到这
这个皴法，对吧？到笔法、墨法、点法，是吧？这个系统，这作为它这门艺术，它有完备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这种系统，是吧？特别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吧？这也是我们要每个从事中国画、从事中国山水画，你学习它，是吧？想了解它，那么你一定要从中感受到它这里边有具有民族共识的表现语言啊，这句话很重要，是吧？我们中国的很多文化、很多艺术门类，是吧？它的很多的这种表现语言，是吧？它都是具有一种共识的，带有共性的，甚至是一种民族共性的。我给它上升到，是吧？所以说，这种有共性的，你比如说，我具体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山水画中，是吧？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是吧？正是因为我们有独特的一种文化理念和文化追求，山水画不是风景画，是吧？它不要求我们把哪个地方，是吧？把这个景画的，把这个自然画的多么的这个写实，像画的跟真的一样。是吧？比如说，我们画泰山，我们画黄山，是吧？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把黄山画的就像真的一样，是吧？像真的一样，是吧？那么他这里头呢？它是中国绘画呢，中国山水画呢，是带有一种形式语言，带有一种符号性的语言，带有一种规范性的一种语言，知道吗？比如说，只有中国才有，是吧？如果我们画几个波浪的线，就像这样的波纹的线，是吧？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会画画的，不会画画的，很快都认出你画的是水，知道吧？如果我们画一条竖线，上面画些横线，是吧？很多人都会说你画的是竖，是吧？他这种的
识的语言在里头，共识的语言在里头，是吧？你把这个东西拿到其他地方，是吧？有时候你拿到国外，是吧？拿到或者其他的地区，是吧？他们就不知道你画的什么，或者就告诉说你画的是弧线，是吧？那不是水，你画的是波纹，是弧线。在我们中国人里边，就认为它是水，啊，所以中国绘画里头很多这方面的，我们山水画也是具备这种特征的，对吧？他就是说，他这里边还有一种，很多都是具有一种共识的表现语言。另外呢，作为中国山水画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完善的、完整的，是吧？系统的艺术鉴赏和批评的体系，艺术鉴赏，是吧？所以说，你是学中国画也好，是吧？还是欣赏中国画也好，啊，还是现在所谓从事这种文化产业也好，是吧？你就要把我刚才说的，是吧？从中国山水画，中国画也好，中国山水画也好，它所从的它的文化背景，是吧？一直到它的审美特征，一直到它的艺术功能，一直到它的绘画技法，是吧？一直到它的这个表现形式、表现语言，是吧？最后还有它的批评体系，你都要做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了解，是吧？了解。如果你的了不了解，是吧？不认识，那么学习山水画，你就得不到尽快的发展，是吧？尽快的进步，是吧？作为以这个咱们民族这个复兴为最终目标，作为强国梦是我们共同奋斗目标，而民族复兴的不仅是
经济上的高度发达，啊，更重要的是啊，应该是人的精神素质的全面提高，啊，实现文化的复兴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基础，是吧？了解和把握民族文化的精神核心，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核心文化理念、文化机制，我这边强调一下。我认为文化它不但是要有个理念，它还有个机制，是吧？它还有个机制，就包括我们的山水画，它里边有个艺术的机制，它是个机制，机制是就是有个能动性。啊，它有一个传承关系，它有一个主观的，是吧？能够能动的，是吧？有生命力的，是吧？所以说呢，对这方面的了解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中，是吧？应该说，民族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在当前这个文化发展、文化建设，乃至于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这里边非常重要的起到一个象征性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吧？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啊，对传统文化的文化精神，这方面的了解，同时也是使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吧？所以说，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吧？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我们从事对中国绘画、中国艺术、中国山水画的这方面的学习，我想在这一方面也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是吧？民族传统文化确实是维系我们民族发展至今几千余年的精神核心，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基。要是我们的文化艺术能在我现代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我想应该认真学习和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吧？传统文化是文化走向现代的起始点，是吧？没有传统，就不可能对现代有明确的认识，是吧？这个虽然我
这不是说说套话，知道吧？在当下有很多还没有认识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知道吧？在我选择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中，是吧？有些只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标签，是吧？或者作为一个简单的符号。我有时候就觉得，有些地方轻易的就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把它作为说是一种什么？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这次什么一个艺术的演出，或者我们一个什么表演，或者说什么那边，我们这里边有中国元素，这个东西啊，是外国人说可以，他有一个活动，它里边采用了我们中国元素。我们自己是中国人，那不是元素，那是我们的血脉，那是我们的根，是吧？我们不能把它只作为一种元素，是吧？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是吧？重视传统，是吧？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走向现代的起始点，是吧？没有对传统的深厚的了解，就不可能对现代有明确的认识。正像我们的很多现在有些学同学学习艺术也是这样，啊，你搞多现代，多当代，是吧？那么你对传统不认识，是吧？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吧？你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身在何处，是吧？是吧？我就知道我今天早上从我们家来的，是吧？我现在在中央电视塔，啊，电视台这个电视塔这儿，是吧？我今天早上我不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是吧？呼噜呼噜我就在这儿了，我就会问这是什么地方，是吧？另外一个，如果我搞不清楚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就不知道我今后向哪儿去，是吧？所以说，认识传统，是吧？是我们的文化坐标。同时也是我们向传统学习的同时应该是更重视的，
是仅仅是符号，是吧？我们应该把传统同时转化成具有当代意义的思考，当代意义的思考，是吧？那么这一点其实对我们今后的学习中会碰到很多的我们的问题。这几年来，我们很多办了很多班，是吧？包括从我们中国国家画院，是吧？还有咱们包括社会很多方面，都举办了很多这种研习班，是吧？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吧？学习中国画，学习山水画，确实取得很大的成绩，是吧？很多同学确实是从精神上、思想上认识到这个这一点，是吧？所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吧？深入了解，认真梳理，是吧？不但是要把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是吧？一种样式拿过来，啊，更重要的需要挖掘和理解传统文化中的它的内在的这个刚才说这种文化机制，是吧？文化机制，所以说呢，就是说，不仅是学会要了解其绘画的样式、表现的手段、笔墨的程式，是吧？更应该了解其内在的文化精神，还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理想。这里边有艺术的理想，是吧？有艺术的理想，有艺术。应该很重要的是，是吧？把它和我们的现在的文化建构、这个文化理念要结合起来，是吧？孔子有一句话，是吧？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是吧？包括我们中国山水画，是吧？它的精神取向，它的艺术形态，是吧？包括这种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这种关系，
技术和这个道与技的关系，是吧？其实都有一句话是阐述的非常清楚的，是吧？其实，在孔子有一句叫“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是吧？所以我今天呢，我就说，把这句话拿出来，是吧？我们如果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了这句话，那么就说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我对我们的山水画，绝对是有非常大的不利的，是吧？不利的。这句话的非常重要的呢，是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吧？最高的价值就是至于道，是吧？就是至于道，啊。这里边还有精神理想，是吧？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艺术缺乏一种精神理想的东西。有些同学啊，这些年山水画通过学习传统、学习笔墨、通过临摹，现在笔墨功夫大有长进，并且对中国山水画的基本形态都有掌握的非常好，是吧？比早期、比头些年，是吧？很多人还追求所谓的按照把西洋画的一些办法移植到中国画来，要用西洋画的一个办法来顶替和代替中国画，是吧？来代替中国画。那么现在呢，逐渐开始回归传统，关注传统，重视传统，是吧？但是现在又我个人觉得，又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方面呢，一种新的精神建构不够，精神取向不明确，就是说我们学习山水画不是个学习技术的问题，就是说你今后要使你的画到底展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精神高标，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取向，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追求，是吧？艺术是要有精神的，是吧？所以说呢，孔子这句话，他从至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是吧？这里面体现了极大的一种精神理想，同时
理想境界必备的条件和道路，更重要的是把文化艺术以至于中国绘画的最高追求艺术形态人生理念，艺术与人生的关系都透彻的阐述出来了，都透彻的阐述出来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深入的理解孔子这句语录吧，是吧，是对中国绘画以及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特征会不会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那么就是说，根据我自己在绘画实践中这一年，在我对这句话的这个认识上，我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所谓至于道，就是将中国绘画的境界提高到道的高度，是吧？中国画什么叫画的好啊？从中国人的评标准中，实际上最好的画就看它的境界高低啊。境界高低是中国画的一个最高诉求，啊，不是说你画什么东西画多像，啊，也不在乎你有什么多所谓的内容，内容是一个主方面，是吧？最后，笼统的说，就说你的画从精神上能够给人展现出来的境界有多高，是吧？所以说这个境界是品中国画的一个终极目标。所以说至于道，就是像中国绘画的这个境界啊，提高到道的高度。道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要问道气太重，是吧？玄而又玄，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个人认为，这道就是大的规律，是吧？天地之间，万物之间，人世之间，是吧？它具备一个内在的，是吧？最恢宏的，是吧？有无所不包的，是吧？这么一种最有规律性的东西，啊，道就是这个规律，是吧？大规律，是吧？大规律，是吧？就是说，让我们的画，我们的艺术，是吧？要
贴近这个大规律，是吧？做人要靠近这个大规律，做事儿要靠近这个大规律，是吧？画画它也要贴近这个大规律，是吧？其实来说呢，绘画就是一个进道、体道、悟道的工具。这里边就说清楚了，咱们画画的目标是什么，是吧？画山水画，其实画山水画里边一个是它的标准是境界高低，是吧？它还有一个功能，就能够使我们通过画画，通过画山水画，能够做到进道和道理靠近了，和认识靠近了，是吧？另外一个呢，还能够提高我们体悟道的体悟道的这种能力，是吧？同时还有一个能够有一个悟道的这么一种能力，是吧？说到这方面呢，它就是常怀观道的气。中国画是一个常怀观道的气，是吧？就对我们个人们每个人来说，是吧？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它越来越明理，明白大道理，是吧？明白大道理，能够贴近这个最高的这个要求，就是靠近道，是吧？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们画画它是个气，是吧？它是个气。这点啊，我下边还要讲。这就是我们中国绘画它的一种功能，和往往在西洋画，尤其在功能性上不是太一样，啊。所以说，中国人绘画，从中国化学上来讲，更重视过程，画画的这个过程，是吧？至于说从其他方面来说，西洋画来说，我个人感觉他更重视作品。啊，画完了，我这张作品出来了，是吧？这张作品要不我送到博物馆，要不我送到展览馆，要不我送到市场，
中国人不是。从中国传统绘画意义上来说，画画的目的它是进道，它是修身，是吧？它是在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画画是它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吧？它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就是说呢，这个道啊，是中国哲学及各个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吧？这个境界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吧？极高明道中庸，这是对道的阐述，对道的一种认识，是吧？既是出世的，它是又是入世的。是吧？它很高妙，是吧？这个道理啊，对中国人来说，啊，它具有一种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境界，是吧？我们可以说提升我们的心灵，是吧？但是呢，它又是解决实际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要遇到问题的一个良药，一个良药，是吧？它是一种智慧，是吧？是一种思维、思考，是吧？所以说，这个境界极高明而又道中庸，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是最高妙的，又是合乎于人伦日用的，是吧？它不是空泛的，是吧？不是虚拟的，是吧？它是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很多问题的，是吧？实际上，今后啊，你如果能体会到这点啊，你能画画的好坏，就这个关节要节部分就在这些地方，是吧？你通不通就在这些地方，是吧？所以说这些东西最后都要显现出来的，是吧？那么就是说，是理想的，也是现实完美结合的，是吧？所以说，道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天地自然万有的总规律，是吧？艺术的规律应该与道的规律相符合。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我的艺术，我们的认识，去印证它，感悟它，
体现它，并且亲近它，是吧？所以说，以道为目标，是吧？德行与自我的修为为根据，是吧？重视德行，就是这个刚才我谈到孔子的这句话，他至于道，还有这个居于德，是吧？居于德，以德性和自我修为为根据。是吧？把仁爱、人心作为一种凭借，是吧？凭借以艺术为自由遨游的翅膀，是吧？就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至于道，同时呢，我们把德行，每个人的修为，是吧？作为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根据，是吧？来自从仁爱的这么一个方面，是吧？有爱心的，是吧？仁爱之心的，有怜悯之心的，是吧？以艺术为自由遨游的翅膀。实际上，这就是说，这是我们中国画的一种形态，是吧？一种中国画的艺术形态，它已经就是把最高的目标，还有一种道德的这种修养。个人的修为，又和我们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是吧？它就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是吧？这样就给提供了一个最后的。由于意的条件，是吧？你要必须做到有这方面的这种基本条件，你就能够去由于意，啊，你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可以把你的人生转化成艺术的人生，是吧？同时，我们又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人生的艺术，是吧？说一个是艺术人生，一个是人生的艺术，是吧？所以说，这才是我们中国绘画它追求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吧？只是说，你画的过程中，有人说拿去要展览。那我看了你展览好了，是吧？是吧？有人说画的不错，是吧？
花钱一尺，能不能够求两张？也可以啊，是吧？但是它不是我们终极目标，这一切不是我们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们的每个同学学习艺术、学习山水画，都要像长了翅膀一样，能够在这种艺术里边遨游，是吧？遨游，是吧？所以说，朱熹所谓的游者，就谈到说这个所谓的游啊，游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画中国人能画中国画的一种绘画状态，是吧？这个“游”字非常重要，游寓意啊。所以说，这个朱熹说“游者”，是吧？玩物事情之味，是吧？无拘无束而自由自在。心舒情逸，是吧？志得意满，就是说这么一种状态，是吧？保持这么一种心态，一种状态，是吧？就有一个游寓意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实际上呢，又把这么一种精神状态转化成了一种审美境界啊，审美境界。所以说，我们中国山水画，我们看古代里遗留下来的，它都是在这种一种审美境界中营造了这么一种审美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吧？所以说，是一种以意与道相为的表里，是吧？就是说，把艺术和对道的追求各为表里，是吧？各为内外，是吧？有坚实的人格修养为基础，就可以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从我们的生命和人生的旅程中建构一种以静道、体道、格物致知的能力。实际上，画山水画啊，很重要一点啊，是格物致知。你格物，所谓格物，就是有每个人的画画的人呐、啊，把自己的眼睛都要训练成像一把尺子。你要有尺子，你就有标
管是按公分也好，还是按多少寸也好，是吧？你总要有一个标准，是吧？我们这个具备了这种标准，你看山就没有标准的人看山不一样。山是没有性格的，是吧？山是自然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标准，有了一个审美的标准，是吧？我们就能够把自然界的东西转化是友情的东西，人格化的东西，是吧？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画山水的你必须要在这方面提高点修养，是吧？如果说看山只是山，是吧？看水只是水，那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买个照相机不就完了吗？是吧？艺术家就是要把，是吧？自然的东西转化成人格上的东西，是吧？所以山水画家实际上是在画胸中篝火，要画内在内心的一种篝火。你的胸中篝火，是吧？就是你在人生感悟中，是吧？你的体会，你对道的认识，你对各种事物的这种了解，各种事物的品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修养，你就有一把尺子，你就可以拿这把尺子把不美的东西也能看出美来，是吧？没有品格的东西你也可以给它赋予一种人的品格在上头，是吧？山水画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我在这儿说，画山水画不是风景画，不是说你看我画了黄山像不像，是吧？你看我画了那个泰山像不像，是吧？那是外在的，那不是我们真正中国山水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吧？所以说要具备这种格物致知的能力和审美的情怀，去感悟人生，去游走在自我的生命历程中。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是吧？你其实每个人一生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有坎坷的时候，是吧？也有坎坷的时候，啊，也有郁闷的时候。其实到后来，你
你自己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它，你发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美，对吧？不同的美。其实一个艺术家，一个山水画家，就是要善于把我们的人生履历，上面不是林林冲冲的种种转化成一种对美的一种认识，啊，那就是你胸中的篝火，那就是你胸中的篝火。那么今天的讲座呢，就到这里。